佢話咧，我哋都同意生果金應該加到1000元。不過為咗令到呢個政策更加公平，讓有需要嘅人得到呢啲生果金，我哋會引入資產審查制度。講完之後，我就起身掟佢。大家可以上 YouTube 睇翻個片段，而家幾廿萬個 click 噶啦已經。所以我哋就變咗掟招議員，係嘛？最近嗰次掟嗰啲海綿做嘅招，就掟到阿曾玉成添。呢個政策最大嘅謬誤喺邊度咧？我攞開700元，唔使入息審查，我70歲。你而家加我1000元，要入息審查，我攞唔到，連嗰700元都冇埋。個政策荒謬嘅地方就喺呢度，係嘛？點解你幾十萬一個月呢啲官員，你諗唔到呢個政策本身嘅謬誤，係嘛？你如果引入一個資產審查，就是、原本免受資產審查攞700元嗰啲，因為資產審查而令到佢700元都冇埋，加佢1萬都冇用啦，係嘛？所以呢個政策9日之後就要收翻啦。咁啲民主派議員就認為呢、這個就係喺糞池裏邊有粒豬，所以佢支持呢個施政報告嘅致謝動議。呢、這個就係舊年。今年嘅施政報告問題喺邊度咧？慳電塔。我頭先咧喺立法會就數佢5大罪狀，呢、這個施政報告係嘛？第一個罪狀咧就係群賊創新天，就是、窮人墮深淵。成個施政報告佢話群賊啊嘛，創新天啊嘛，啲群賊群力咧，即係呢啲中文差到咁嘅，係嘛？即係你讀起上嚟都。我不知道你同學聽唔聽得明啊？群策群力，咁啊創新天就冇咗個群力，成個書面報告個名咧就叫群策創新天。於是我幫佢改咗叫群策，即係受到賊嗰個賊，就創新天，然後窮人就墮深淵啊！嗱，又啱曬呢個，即係壓曬韻，係嘛？成份施政報告完全冇體恤到啲窮人，冇扶貧，冇派糖。所以我嗰日喺答問大會裏邊，我問咗一條問題。我話回歸之後，香港嘅 GDP 國民生產總值增加咗48%，接近50%，但係窮人越嚟越多，貧富懸殊越嚟越嚴重。我問佢：你可唔可以答我一個問題？就喺你任內減少個貧窮人口嘅數字。你估佢點答我？我冇補充啊。跟住我就鬧佢口埋無恥，跟住俾人趕出去啦。咁俾人趕出去，又掟招啦。成份施政報告冇偏字隻言，講到扶貧。施政報告發表唔夠一個禮拜，聯合國即刻發表一個報告，香港喺全球發達地區。貧富懸殊最嚴重。去年的聯合國一個報告，香港的貧富懸殊是全亞洲最嚴重。為什麼會這樣呢？我們每年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，即平均每人每年的入息是30,755美金，全世界排第28位。但是我們現在有44萬戶的家庭的收入每個月低過8000元，我哋有50萬人嘅收入，每個人嘅收入係低過5000元。咁啲錢去曬邊啊？啲錢咪去曬李嘉誠啊、李澤楷啊，係嘛？去曬佢哋嗰啲人嗰度咯。我哋喺立法會上次批判呢個電刑私有化，我哋用咗一句對聯啊嘛，就係、是、傷天害理，白豪仔偷呃拐騙李澤楷，結果出唔到街喎，電視出到喎。但如果你轉述就誹謗喎，我哋立法會議員喺立法會係受《權力及特權法案》保護。我話傷天害理，白豪仔偷呃拐騙李澤楷冇事嘅喎，你跟我講你有事喎，知唔知啊？所以咪冇報紙登咯，係咪？巧取豪奪係咪？所有嘅財富係集中喺少數人嗰度，點解？因為政府嘅政策向大商家傾斜。今日我唔係好鬧人啊，今日我嘅演辭。是講經濟發展，這個滴漏理論是救不到啲窮人。整個香港政府的管治的思維就是一個新自由主義，
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是一個絕對的價值，任何價值都要向這個價值獻身。在香港，我們講 social democracy 是異端來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是阻人發達的，因為你作為一個 social democracy， 你是要要求合理分配社會的財富，要伸張社會的公義，要輔助一些弱勢，是吧？那你即是跟啲有錢佬作對嘅。成個政府的管治思維是乜嘢啊？就係話一定要經濟發展，增經濟增長，咁然後有啲嘢可以滴落嚟，上層滴落嚟俾下層。呢個係最常見嘅理論，包括而家啲自由黨啊，而家嗰啲親即係親建制嗰啲即係政黨都係講呢啲嘢嘅，係嘛？最緊要發展經濟，係嘛？你才可以幫助低下階層，因為發展經濟製造就業，有工作，他們不會窮，是不是？還有這一種理論背後的理念是什麼呢？貧窮呢是你自己造成的，你又不讀書啦，是不是？又讀書又不成啦，是不是？你個人比較蠢啦，這個就是社會大義民主，即是適者生存啦，物競天擇啦，是不是？這個就是一個弱肉強食的啦，自由市場嘛，是不是？但是社會不是這樣的，是吧？因為社會的財富的創造，除了你的有錢人或者做生意的人之後，還有一班默默苦幹在幫你打工的人，大佬。香港沒有最低工資的，沒有最高工時的，經常說唉，那些小孩經常索K，你的父母都有些責任嘛，得閒回家，即多些陪下小朋友，聆聽下他們的心事，跟他們聊聊。喂，大佬，我做十六個鐘頭工，我邊有時間同我仔傾偈啊？我將我仔交咗俾個學校噶啦，鬼知個學校有 K 仔賣咩？冇最高工時，冇餘下生活，點樣照顧啲小朋友咧？請問有冇最低工資？係咪？最低工資其實係一個基本生活工資嚟啫嘛，定定機最低工資係好簡單。不是說干預市場，不是說工資，即是所謂勞動價格是由市場去決定，是吧？市場當然會決定勞動價格，但是這個基本的生活工資嘛，即是說我打份工，那份人工最低限度可以給我過到基本生活。所以台灣呢，它不是叫 minimum wages， 它是叫做基本生活工資。台灣多少錢呢？90元新台幣，以現在的匯率即是等於24元港紙，但是台灣的人均收入是19000元美金，我們是30755元，但是我們沒有最低工資。現在最低工資要立法了，我們要求33元，自由黨提出的方案23元。23元請問怎麼過生活呢？各位，23元一個鐘，翻10個鐘，你跟我計算一下多少錢，一個月多少錢，扣了假期之後。我們的特首說香港沒有123萬窮人，我們窮人的標準就是收入低於綜援就叫窮人，這個人有沒有良心，多涼薄。綜援是連同租金津貼是3000多元，即是說你的收入少於3000多元才叫窮人。